在您公司成功购买了 Cargo X 的单元之后呢，您公司的那个登录之后，在页面的右边就会显示您公司的名称、余额。然后您登录之后呢，再取需要取得验证。我们一般呢都是通过第三方验证您的公司资料，在第三方验证的这个地方呢，您就点击第三方验证。第三方验证呢，它的按照6、7月份的那个时候来看的话，它会自动验证。如果无法验证的时候，您可以寻求系统的帮助，点击帮助，拉过来。这上面有很多很多的教程可以学习，所有的操作步骤都可以学习。不过这些视频，上传文件的视频，还有其他的步骤啊、指南啊，这些都可以。您需要人工帮助的时候，点击开放聊天。开放聊天的时候就出来这个框，它会有那个后台人工坐席来帮助您，但是他们必须用英文交谈，或者是您用那个发送邮件的方法，把您的问题写邮件给他们，然后他们会给你回复邮件，但是回复邮件有点慢，大概要1天或者是2天。